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亡命枪战，然后今天我们来玩这把步枪，这把步枪叫什么 ？IMI Gary， 不对，它不是这样念，IMI Gary 是这样念吗？我应该没念错吧 ，Gary。OK， 那这是一位观众他推荐给我的，当然你们就是有推荐什么枪哦，在下面留言，然后我就会来实况一下啊，当然是不要送我枪，再说一次。不要送我枪，我可以自费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把步枪 ，INI 咖喱。刚开始才三个，好，赶快操控这机枪，操控这机枪。好，安葡萄，你好。啊，射到了，谢谢。嗨，你好啊，嚯，想不到一开始就射到了。好，不要逼我。他会从哪里出现？哎，目前只有三个。哎，怎么是？人在哪里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是要玩这把枪吗？我怎么会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是要玩这把什么咖喱吗？啊，我怎么会一直玩机枪？好吧。哦，那个那个，不要那个，动那个 ，please！ 啊，炸死一个，耶、yeah ！哎，怎么没射死？可恶！哎，怎么射不到？机车？哎，怎么做不到？怎么射不到？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是作战物资啊？作战物资是什么东西？哇靠！刚刚怎么射不到他？好，我终于可以玩我们的什么咖喱了。好，走这里。One job， 哦，好，哦，还可以吧。哦哦，哦，好飘哦！哎、欸、靠，好飘、哦！这也太飘了吧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太飘了啦！我靠，好难用哦！哎、欸，超飘的哎、欸！我靠，这飘的不像样啊！哦，还可以，哎，要近距离，要近距离，看要近距离扫射才比较有用。哦，有有，哎、欸，不过还可以穿墙，威力大哦，威力大。哎、欸，没子弹。啊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啊，我被狙击枪射到。我靠！不过这把枪真的非常的飘，超级飘的，不是我讲，这飘的飘到一整个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哦，哎、欸，可以又狙击枪，可恶狙击枪，不行啊，不可以让那个狙击枪啊，我走另一边好了，反正这边那边有狙击枪在守着，我就走这边。嘿，呜呼，呜呜呜！可恶，机车！哇哦，天啊！不过真的很飘哎、欸！我靠，这把枪威力大，可是它飘太夸张了。呜、哦！哇，怎么飘啊？哇哦！哇哦！吓死我！啊！可恶，还是被他射到机车。靠，狙击枪很强哦！加油啊！有谁可以克制那狙击枪？不要让那狙击枪太嚣张。我、哦，呜、哦！哇！躲起来！有人在这里吗？哦哦哦哦哦！啊，可恶！我刚刚没按 F， 哎、欸，我刚刚那个技能怎么没用出去？
机车，不行，我这场也要，要不要 MVP？ 我这场要 MVP 啊！靠，好票！靠，也太票了啊！队友在干嘛？队友，哎、欸，拜托，我刚刚跟他在那边厮杀的时候，队友没完全没办法杀死他，有没有这么高啊？太高了，队友，哇、哦！哇吼！哇吼！啊！扫射，扫射射不死，有没有高戳？哇、哦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！赶快用电脑，赶快用电脑，抢电脑，抢电脑！哎、欸，看啊，还是什么轰炸机定位？靠！现在怎么改成这样了、啊？靠！怎么改成这样？想说怎么不能按，结果改成这样，靠，让我尴尬了。呜呜，可恶，没杀死他，又被他杀死了，可恶，不行，我怎么可以给？靠，要改那个物资，简单来说还要用电脑，还要用钱就对了，还要花钱吗？现在意思说用电脑还要花钱。好，很符合现实。好，按，然后我放这里好了。妈的，哼，炸到吗？没炸到。哦，谁在射我？靠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队友不要死哎、欸！靠！远距离根本就射不死人，远距离射不死人，要近距离才可以。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射死你！射死你！射死你！可恶！啊！可恶！啊！机车不行，我不能给，要赢啊！各位，我要赢啊！要赢！哇！这边怎么样？哇！炸死你！没炸死，可恶！呜呼！要炸！爆爆爆爆爆爆！冲上去！哎！哇！呜呼！哇！好紧张！哎、欸，有人在过网哎、欸，好，哇，哇，哎、欸，有人在这里，射死了！哎、欸，狗谁？靠！我居然，哇，有人在跟我抢 MVP，、欸、这个人抢很凶哦！哇天、啊，哇，我要加油，千万唔贪闹亏呀！啊！冲去旁边！这是谁放的？哎、欸、屁呀、啊！靠！我这样还射不死！哇靠！不能输啊，各位，我不能输，我要 MVP！ 走开呀、啊，不要卡路！哇！哇、哦！可恶，没杀死他，可恶机车！不行啊，我要 MVP！MVP， 我好想 MVP 啊！冲上去！哦，躲起来！哇，好难打哦！我靠！哎、欸，等下，我的第一名被抢！哦，躲这里，躲这里，好。躲这里好了，靠！怎么那么飘啊？也太飘了吧！飘几点的？好，操控，快点！然后我放这里好了。有没有枪可以给我用一下？没有半把枪。哦，哦。
啊呀呀呀呀呀！啊，可恶，又被他杀到！我怎么一直被他杀到啊？机车，不过我 MVP 不行，一定要拿到 MVP。我的 MVP 啊！哦，射死他，太好了！哇靠！怎么那么难射啊？这也太难射了吧！啊，摔死！宁可摔死，也不要给你们。哇靠！超飘的一把枪，比他飘的程度可以跟 AK 12比啊！这飘的程度真的可以跟 AK 12比。哎、欸，屁啊！我要杀人！他妈一直来乱，让我杀人！我要杀人啊！射不到，可恶！哇靠，好难射哦！炸死，会炸得到吗？哇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啊，可恶！机车！不行，我的 MVP。我走这里好，射到了，吃到了，啊！又是他，怎么一直被他杀到？好烦啊！不行，我 MVP 啊！靠，这把枪太飘了啦，飘到一个是超级难用的。啊啊！可恶，没爬上去，机车机车，上来上来上来，射到了，哇吼！射到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在……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他、啊？我怎么一直被他杀到？他好烦哦，超烦的！靠，这把枪扫射，扫得死人吗？靠！哦天啊，这把枪扫射真的有够超飘的！哇，还有火焰喷射器，这是怎样？这是新兵种吗？火焰喷射器现在是新兵种了吗？这也太飘吧！靠！靠！这太飘了啊！飘几点的？哇靠！超难用啊！这个圈圈是干嘛的？还可以买东西？哦，好危险！快点上去，快点上去，快上去啊！射到！哦，哦靠！啊，机车！啊！哇靠，火焰喷射器耶，帅呆了！哇，躲这里好，躲这里应该比较安全吧？我的 MVP 啊！靠，太飘吧！靠，哦，哇靠，怎么飘？太飘吧！啊，哇，我想我应该下次不会再想玩这把枪了，太飘了。哇靠，怎么飘啊？飘几点的？夸张欸。干夸张欸啊！好像近距离扫射蛮不错用的，可是他这远距离算是远距离中。啊！又是他，机车。不，我怎么一直被同一个人杀到？我死亡数好像都他一直贡献，好像都他贡献的、欸。
奇怪，我死亡树怎么都是他在贡献？不行，我走这里好，终于报仇了！哈哈，我终于报仇了，妈的，靠！靠！哇靠！连续杀死三个啊、不行，我要给油吗？靠！我助攻数32，我助攻跟我助攻跟击杀都30以上，这是什么道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赢了，我们赢了。OK， 哇靠！我刚才助，我看一下我的成绩。靠！我助攻跟击杀都30以上，这是什么成绩啊？啊，这代表我打得很团结，很。有所谓团队合作的感觉，代表我打得还算比较注重团队啊，这是我的打法。好，这段白的。OK， 那我们这季就先到这里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我频道。我每天晚上6点会更新一部影片。那当然这把枪真的是有够飘的，我真希望还是不要再玩它好了。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算很不错了。OK。